圆禅师随缘开示。那么今天啊，已经到了己亥年六月六，补天，王禅老祖补天的大法仪、大法会。今天六月六有很深厚的意义啊！六月六在宇宙。啊，神道啊的真理就是坎为水，坎为水啊，就是以柔性的修行啊，世界才能和平，家庭才能和平，事业才能和平。所以今天六月五日，我们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啊，八卦天心妙莲台，王禅老祖今年座前深谈，然后加持灌顶，啊，设立了。本坛、总坛以外，迎圣台坛六个天心池，实现调金钟也六个天心池。啊，等一下，我们请啊圆圣院长带领的诵经法师。啊，洒净水，啊，让大地天心皆得清净，万灵皆得归心。啊，这个天心池在上了世界和平中的六个池，就是。五百尊者如来啊，他们在够守地球五百月啊的天池下面迎圣台，地狱界人间界的众生列位祖灵三界万灵啊，中华民族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数诸祖灵啊，天子九百一十七位天主帝王诸圣灵，啊，这北夷韩国持有后裔两百零二位天主帝王圣灵，啊，秦朝时期东渡日本的徐福真人，啊，以来第一代天皇以来一百二十四位。天皇朱建龄，以及啊，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三千七百六十二次大小战争，光绪元年
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子怨灵啊，地球195个国家，农业工业无意所杀害的烟灰软动猪灵，十万法界三界万灵啊，宇宙星球九大行星星球啊，诸灵啊，皆都在己亥年六月六日啊，在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天星妙莲台，依照宗教法仪，香花形、香花形斋串供养啊，我们认为。在最后一天六月七日未时开始，由瑜伽咽口来普施，共计660桌啊，这个都是有很深的法义，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肤浅。所以王禅老祖导教慈航啊，依宗教法仪，然后依照十法界众生的所需要的需求的，他在深谈哦。我们感恩王禅老祖为我们人类来祈福消灾化解，感恩诸佛菩萨的加持。灌顶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皆得平安，所以王禅老祖在今年的春节啊，对着越南台商及各国回来的台商来到八卦天心妙莲台礼拜王禅老祖和红军老祖的时候，啊，王禅老祖才开示了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天四福，四月四金钟响，五月五正气开，六月六天心人心地狱心相辉映。啊，所以今天啊，我们这个法会啊即将开始啊，我们那个感恩维新圣教啊，易经大学啊，教务处、书信处和维新圣教事务部。圆寮法师，各位贤师同修，大家的合作，我希望用我们的诚意、我们的诚心，来恭请诸佛菩萨，尤其王禅老祖答应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要普渡啊五百罗汉尊者，共转世界和平法轮。在2008年的时候，啊，第一次补天，啊，5000年前女娲补天，5000年后，2008年王禅老祖。补臭氧层也补天，也都是500罗汉尊者一起共转这个法轮，所以消灾化解、解冤释结，是我们维新圣教我们的天命。啊，维新圣教各位贤师虽然很辛苦，但是你们的功德
啊，诸佛菩萨列祖列宗都是肯定，啊，以赞叹佩服啊。所以今天我们六月五日诚实当下，啊，我们深谈了，啊，诸佛菩萨、龙天护法也一一的光降，啊，祝福我们台湾平安，世界平安，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鬼谷先师传妙法利人。啊，各位维新圣教一间大学法师、讲师、准讲师及各位贤士同修，啊，即维新圣教学院，啊，各位法师，啊，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中禅师及各位诵经师、法师、同修们，阿弥陀佛。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是己亥年六月五日的下午。早上依法依教奉行深谈，奉请诸天圣神活菩萨、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前来台湾净土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天津妙莲台。我们依法修行，依教奉行，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之本念而深谈哦。啊，我们全心诚意，啊，尊天华子依照王禅老祖书中开示的法仪，啊，恭请香花行、香花营斋串供养诸天圣神、活菩萨、护法神将及所有三界万灵众等，啊，光降八卦天津妙莲台。八卦天心妙莲台是台湾净土的总本山大本营。八卦天心妙莲台，啊，它已经有7355年的岁月。从7355年前的当下，伏羲氏的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化生成，到现在来。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教主大慈大悲和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圣神的大慈大悲，啊，为救度，啊，地球、冥阳两界、三界万灵，还有一华超度太阳系九大行星，啊，诸天圣神、活菩萨、三界万灵。啊，皆得晨光而降八卦天津妙莲台，
受纳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严嵩禅师带领的诵经法师，将王禅老祖37年来啊的所有的世界新宗新宗教的法义学术文字转化为宗教圣灵和慈光，然后来回向给坛城上所有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也祈祷着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永和平。王禅老祖尊天法祖啊，带领维新圣教幻贝学院还有易经大学所有法师讲师以及所有贤士斋心供养啊，招请三界万灵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而受杀害的所有三界万灵3762次大小战争诸怨灵啊，以及中华民族历朝以来917位天主帝王诸眷灵。自即日起，维新着陆助战，北移韩国蚩尤后裔，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诸眷灵，以及秦朝啊，王禅老祖的弟子徐福真人，东渡东瀛日本啊，成就为第一代日本天皇的神武天皇以来124位天皇诸眷灵啊，即各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皆依宗教法仪一一来期大典法会受纳供养和祭拜，能够解冤释结啊，消灾化解，这样的话我们所祈祷的无他，世界人类的平安啊，不要让少数恶魔心态发生各种残酷不无人道啊这一个行为而发生的战争之恶魔怨灵啊，老祖开示要化解这么多的怨灵，魔界怨灵，偏差的魔界怨灵啊，王禅老祖本着慈悲为怀，普度群生群灵而深谈，那么由幻贝学院严嵩院长所带领的幻贝法师和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法师们啊，在八卦天心妙莲台恭送诸经安魂力魄
那么今天下午啊，第二堂了，我们就恭送安心尊经、风水尊经，好来回向祈愿王禅老祖妙智胜，家属灌顶，人心皆得清净清凉，有爱，有慈悲，相互包容，化解台湾海峡两岸的5000年的恩恨跟怨。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啊，这个法会法仪是上天所颁布下来的啊，唯有金钟响，世界见太平。所以在2月2龙抬头塑造啊，瑶池金母万年归心的九龙帐，3月3天官赐福啊，4月4金钟响见太平，5月5正气开见和平，6月6的当下啊，两岸一家亲啊，水火济济，相互包容啊，唯愿地球人类们本着爱啊，本着慈悲的心来化解啊，世界人类的战争，尤其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平安，这个功德由各位维新圣教的法师、贤士同修们共同来承担这个功德天的天命啊，祈愿呢啊，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及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6月6见太平，祝福各位。